却甩不开男人，小孩金钱牵扯不清。从头到尾的唯一诉求就是财产，哦，真是苦了三年。每一个月就是15000的给孩子的教育费，为了这个他不付，就一直在用我的钱先帮他带店，找人翻修，现赚了270几万，刮口袋。知道怎么说？他说我怎么知道你翻修 A 了我多少钱？对他好，经过人家同意没有啊？女人好心意，周一至周五，结婚难，离婚更难。